一年一度村里举办的运动会又开始了，你知道吧？大家一定要强身壮体，像我一样，多好看，是吧？拿出你们的激情来进行跑步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没有。Oh no！ 再重来一遍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这就很好。来，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参赛者。来介绍一下我们一号参赛者二平。我叫二平，我的外号是急如喷，我一跑嗖就干没影了。第一名非我莫属。然后我外号窜天猴，嗖一下没了。小名是不是叫嗖啪？来三号妮儿姐。我叫风火轮，一转你不见我了呀。想不到咱们村子里的人啊，外号这么好，这么激情万丈，这个运动会我有很有信心把它弄得很好。来，大家来开始站成一排，准备开始。大家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好了、哦、好，看来大家激情很万丈呀。哎呀，他跑哪儿了？哎呀，不知道呀，这应该朝哪边跑呀？这，哎呀，这今天早上忘，因为跑步我说不用戴眼镜了，忘拍我眼镜掉了，这人也没了。去哪儿啊？咱们往哪边走啊？不知道呀。他说怎么说的嘞？左右还是什么？哎呀，那老师那会儿不是说面朝太阳是东面吗？太阳东面，左西右东，这边是东，那边是西，是不？再往那边走，那应该往西边走，是不？应该是啊。还不回来呀、啊？哎呀，二平，你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恭喜你第一名。我第一名。哎呀，那我就说我肯定第一名。累死我了，那什么奖品呢？哎呀，奖品也不行了，等他们回来，咱们一起见证一下。等他们呀？啊，对。啊，行。这俩年味怎么还没回来呢？哎呀，他们跑得慢，别急。哎呀，这跑哪儿了？这是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。天都黑了，这。那打小就是路痴，你说你这么一路给我跑过来，连人也不见。不是跑丢了吗？这是，可能咱是迷路了。那咱还接着跑吗？对啊，咱都来，你们咱快点，别跑了，要不丢了咋办呀？就说呀，要不咱回家吧，各回各家啊，各找各妈啊，走走吧。我说呀，啊、哦，这都过去20年了啊，这俩人是跑丢了吧？不知道啊。那什么，你看这20年过去，你先把奖品给我看一下。不行，得人齐才行啊。咋，你还能坚持不？我快熬不行了啊！你快熬不行了，就不能再坚持一下子呀？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你先给我看看奖品啊！也行啊！啊 ！Oh no！ 我不是核桃，这就是奖品。我等了30年，我就等了个核桃呀！这核桃都发霉了都啊！哎呀，你是越老越糊涂啊！明明20年，你还有10年时间呢。20年啊，这都发霉了。没事，发霉的核桃照样能补脑。就一个核桃。再说了，咱们村里条件简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啊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这个2块钱我从地摊上淘的。这也给你算了，啊！这是啥呀？这是我不知道。听别人说这个，戴上这个很长寿的。
反正2块钱的东西不值钱。哎呀，我等了20年，就等了这2个玩意儿。啊、哦，不然呢？咱村里条件简陋嘛，这不算不错的了。我太难了。哎，小妹，咋了？哎，挺过来呀、啊！哎，这面条就是好吃。没饱呀，这是。Oh no！ 哎，这大中午的，应该他们吃饭都在家门口吃呢。哦。哎，对，去餐点饭去。那小宝天天在门口吃饭，哎，给小宝去。哎，小宝呀，吃饭呢，搁那儿。啊。哎，面条子。哇、哦，你怎么吃饭拿着盆吃呢？媳妇儿给做的，淌着泪也得吃完呐。哦，好吃不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、嗯、我尝尝。咋了？不是，咋了？凭什么？ Oh, no. 从我的人算，今天是我媳妇儿好不容易发上心给我做的。哦，那不是我吃一点，吃一点，一点，一点，一点。你说你这人再来一点，一点，一点。怎么这样呢？给你尝尝。我媳妇儿手艺不错吧？啊，有点淡了。Oh no！ 你说你这人吃上别人的还不说别人的好？行了行了，你慢慢吃吧。那我去别家再蹭点啊。啊，合着你是来蹭饭来了？讨厌！真是。没人吃饭了，这是。哎呀，好喝呀！荣军，这饭好吃不？嗯。瞧姐这一大堆面。哎呀，看我这拌汤，做的好好。哎呀，好香啊！哎，那不是蓉蓉跟女儿大妈吗？哦、哎，吃啥呢？那是。哎呀，这又有吃的了。哎呦！哎呀，好好喝呀！哎呀，你大妈。蓉蓉吃饭呢，哎呀，大妈这吃的啥呢？这是 ，Oh no， 这啥呢？我看看那面呢，那面肯定不好吃。Oh no， 这叫意大利面啊，还意大利面，那面肯定不好吃，你瞅那做的干干巴巴的。瞧你说的，你尝尝，你尝尝，你也不知道长这么大吃过这样的面没？啊，那我尝尝。哎呀，没事，我给你尝尝吧。好吃吧？哎呀，有点香了。哎呀，你吃我的还这么挑？哎，蓉蓉那喝啥呢？那是？你做的西红柿蛋汤。哦，蛋汤啊。啊。哎呀，快憋住了，给我倒点倒点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干啥呀？你能慢点吃。哎呀，蓉蓉，你这手艺做的好呢啊！这面汤，不是，鸡蛋汤是不？啊，真好喝呀！是吧？啊，哎呀，要不你看人家蓉蓉，天，长得又好看，做饭又好吃，是不？真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真是你看看。那必须呀！我就这么喝点不？喝点不？啊，来来来来。我说二平啊，啊，平时看你挺丑的哈，哎，你这嘴咋这么甜呢哈？哎呦，你再夸我两句。真是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就你长这样吧啊，你属实是不好看，真的。
那我要不是为了喝点汤，我能说这话吗？啊，我就天天睁着眼睛说这话吗？啊，呸、哎，还打，哎，真是，呸 ，Oh no， 什么人啊，真是，白瞎我的媳妇这蛋啊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啊。这蓉蓉真是笑死人了，哎，不过话说这饭还是真好吃，哎呀，这又是面又是汤的，哎呀，这办法就是好，这在家都省着做饭，菜也不用买，哎呀，真爽了，哎呀。